是我和你啊，对，当时是因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嘛，然后特别关注，因为毕竟是在中国的一场奥运会，所以就在电视上面听到这个我和你的宣传曲，当时觉得特别好听。就是和专辑同名的《光》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励志嘛，然后光是也是一种正能量，然后像积极向上。我比较期待看的是篮球，然后乒乓球。最想看我们中国的这个篮球队和乒乓球队拿冠军，虽然这个比赛比较艰巨，但是我对他们抱着300%的信心。孙杨嘛，我会对这个姚明，然后刘翔比较感兴趣，因为他都是上海人，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他们，然后他们在这个运动上面啊特别杰出嘛，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啊，一块唱歌吧。